哇，这个刀！秒就。秒就都是刷分，死得快一点。又一个秒救的，皮听见没？继续皮。太毒了。垃圾，捡垃圾，捡垃圾去医院。Thank you.
至少现在知道了那个结石没带怀表。是个狠人，那就二挂了，没人怀有怀表了呀。把结石放出来真好打，贼好打。没有先知没有鸟，带了个闪现就相当于无敌了。哎呦我日！这是怎么了？确实蛮好的，啥意思？我在医院。有一个特异器没捡，在四合院啊，不对不对，那个废墟。就在这。还有娃娃，踩了吧，这是块两块连起来无敌。地板呢？这我这个踩板太慢了，不爱踩。哇，这个人！
我想着搓着搓着没了。魔术师。电梯让不让呢？并不想让。为什么要让？天空抬手了。锤呀！我干嘛要用推进器去锤他一下呢？前面被打了转，他现在应该去找小木屋的人了。看来的电机停了，就代表他在摸。拉个锯过去就行。OK， 小木，过去吧。哇，这个 nice， 谢了。秒救，他只能秒救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菜的丢人呢。交了，反了！蛇皮一闪，
我差点骗他翻过来，结果没翻。他知道我要闪现，我就让他知道，我就是要闪现。 是，抓。 钻头，有了，哎，没捡到。 卡住了，个人没弹射。 哎呦，我干嘛要叹气球刀啊？<音><音>
化成人不就没事了吗？你们何必呢？非要修这一台？换一台修不就没事了吗？四个人前去抢这台电脑。哎，那个万才哥上去了。刚翻过，没加速了，没有鸟，救不了他。然后把他挂了，去等他。来。哎。打个钻，打个二级狙。看能不能欧一下，卖了，拜拜了。所以他还要吃一刀。这你都敢挑的？
一个救，一个修。 谁敢修啊？ 这也太真实了，拿魔术师挡刀，真比我还狗，我操！